干嘛呢？打！打！打！啊！啊！啊！枪响完了！喂！喂！保安呢？我孙子被抢了，一个男的。啊！啊！快搬过去这！啊！快帮我拿进去啊！啊！你昨天在干嘛？我孙子被抢了。啊！被抢了！啊！报警没有？报警没有。这种事情应该第一时间报警。那你快帮我报。喂，110啊！我这里是那个幸福村，我们村那个小孩子被别人抢了。对呀、啊，什么人抢的？一个男的开个摩托车。一个男的开摩托车的。嗯。对，你们赶紧派人过来。好好好，你有没有事啊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不用，你快帮我去，快。哦，那我先出去啊。哦。哎呀！干什么？干嘛？你谁呀、啊、你？见人就拦，见人就拦。一辆女装车。什么鬼？一个男的。什么？我就是一个男的吗？关你屁事啊！刚刚我们村打来电话。打来电我配合你还不行吗？啊！就一辆女装车，一个男的。怎么了？把我们村一处的孩子抢了。我以为开女装车还不能过呢。必须检查。抢人，看见就是抢人呐、啊。对。哎呦，大白天谁敢抢人？最可疑是你，女装车，你还是男的。这条村几千号人，来来往往有一台女装车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你是个陌生人，我没见过啊。你来这里干多久了？你管我干多久？我刚从外地回来的。哎，不要问我，我要检查一下你的车。检什么查？我可是在这条村出了名的。平民百姓都是做人堂堂正正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就叫平头。我怎么一定得个叫号人？必须检查。检什么查？是不是拿包烟？拿开你的臭钱。不需要检查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最好你配合检查。行，配合你还不行吧？检查那里这个怎么开？哪个钥匙？还拔我钥匙？你还拔我？拔了，我来开。看到没有？又就是瓶瓶罐罐了。没有了，看到没有？什么都没有。我都说我不是你说的那个眼中的怎么叫偷人来抢人那种，我可不是这好人，知道吧？要不你等一下，等我们穿那个医书他们过来认一下，是不是你抢的？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人。你还要不要脸了？我该配合也配合了，你还让我怎么样？我们村丢了小孩，这个事情可大可小，你只不过是村里面的一条狗，养了一条狗，会不会摇尾巴还看你呢？加不加薪还看你摇不摇尾巴？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啊！赶紧让我过去！哎呀，这么嚣张，本来想让你过去的，现在就不让了。你有那个心思想让我过去的吗？你在这里处处的刁难我。哎呀，这里没检查。怎么有小孩的哭声在里面？那个是手机铃声，他一拍了，他就那个铃声一响。不行，必须检查。怎么开？打开。我说就带来手机，你打不打开？打个屌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叫我打开打开？你以为你是警察吗？你不是一条狗而已。不打开是吧？不可以！信不信我？打死你！我就这么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保安，你一个月才多少钱？值得你这么卖命吗？你赚了多少钱？我就实话跟你讲，我就是抓的，怎么了？果然是你抓的是吧？给我滚远一点，小心你性命不保！马上把小孩放出来！要不然你走不了，信不信？放不放？我还敢是不是？妈的！你这带个破狗链，他妈的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打是吧？
还跑了干嘛呢？这个人他承认是人贩子，我就是来抓的。对，他妈的，敢来我们村抓人！我听到那个坐垫底下，坐垫底下有小孩哭声，抓住他！妈的，有你这个一定要搞错话的份吗？啊！我来抓的，在这里，你看这，哦，都是艺术家的，口吐白沫了吗？不是，脸色都发白发紫了。你这个人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？啊！那个医术过不过来的？啊，还没过来。这么狠心，这么小孩子，你把他放在里面憋气？你怎么说的啊？谁家的小孩他不是长了一个样子？谁敢说他是医术的小孩？嗯，我们还不认识吗？啊？那是可恶的人贩。等一下，阿白。啊？你们看这个小孩，现在四十一，现在口吐白沫了。你先送去医院急救。好好，你可以把他打。放心。他娘了，打电话报警没有？跟你来，报了，报了。警察应该很快到了，我就把孩子送去医院了。快点啊，人命关天。小波子，我跟你有一点交易，反正你小孩也找到了，记住，我值十万八万的这个。我跟你这种人贩子交易啊，我用你的钱，我的几倍。脊梁背会发凉的，晚上睡不着，做噩梦的。管他凉不凉，有钱花就得了。后面你在这里风吹日晒的，再当一条狗。你什么狗啊？你嘴巴放干净点呢、啊？啊！你不想欺负你自己的处境，自己都吃不饱喝不足了，你还管他？我跟你讲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啊！像你这种黑心钱，谁要你啊？你不要，大把有人要，把我放了，放了。小孩已经物归。你们了啊！我也没碰他一刀一根头发，毫发无损的，你还不把他，我给放了，你还想干嘛？你想找死吗？不是，我会两下子早就被你放倒了，小孩子被你抢走了啊，还在这里说风凉话，抓住了就没事了啊，没抓住的话就有大事了，知不知道？管那么宽干屌啊！啊，这是我执着所在，什么管这么宽呢、啊？你把我松手。松手。哎呀，老师们，关了，肿啊！哦，啊，大侠饶命啊，大哥，放命！我跟你讲，那个医术应该在村口那里等着，叫警察了。我先马上带你去村口那里吊起来，等警察来收拾你。起来，别别啊！别别别，金链子你拿着，把我放了，我起来。起不起？不起是吧？大哥要不要？啊！起起起起起！马上给我去村口那里。哎呀！